说我好不好意思，先闭一下，闭一下，吞一下口水。中的口。可以哦，好，来开开。还可以哦。嗯。现在有哪里不舒服吗？
好像我以为想说我弄到你了。刚刚你帮到我把它弄到头套上，你看还是会卡一点点。看看，嗯。那我时间现在是多久？一梦。13:17。欸、有想要放胶原蛋白吗？没有我就缝咯。有要放吗？就是不要，不用了放了。OK。我尽量伤口开小一点啊，所以回去应该不太会肿、哦嗯。因为你上次没有很肿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忘记我上次有没有拔很久。嗯、今天比较快。今天比较久差不多了，差不多是这个时间。